都要卖凶的。哎，对，对不起，我屋里向读书，你妈一直会得出来当校长的。哎，你已经是像搿种像地下党人啊，就是你都两个人来保书。你一高头，那怕做真事，哎，那不做真事，对对对，不仅用心，你坐在边浪向看，面对副队长脸色出来了，真的真的，昨天呢，你挑挑呢，那副口里你台上说说上去，新闻发上去个，你各个浪向了，你方式方法并不多。你就是以示范精神，嗯，那么我上去说，刚刚说只两分钟了，副队长，哪，这是副队长。三上不得一声嘛，哈特子，混特子，混特子。我来，所以吴老师这个上课问我太难说事，我们都不紧张；我太难心不说事，我们应该紧张。紧张一定紧张啊！是不是？一下就比自个说事紧张了。那么，三趟一回来呢，李冠虎来是。那么我们脑子都漏着，我嘞才忘记脱着，十个楼盘不知是啥个么子，啪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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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你自个说不得哪张位置，那么你来说给我听着。好的，你说给我听着。比方我只有设置十分钟了，你高头设置二五分钟，这头发出来着，那么你娘一家面对不来着。我军娘，你吃口茶休息一下，你自个太吃来着啊，你娘累死了。那么自家儿子呢，伊可能比较心情比较急迫了。阿拉小辈了，更加小辈，你是客气了。我记得这个吴老师，你正式登台的最后一位是，就是阿拉这个四大美人，雕塑叫寿善台。雕塑个最后一位数，我吴老师、常三云三个党，2006年到香港去演出。那艺人是哪一个啊？哎呀，艺人不当然是那老太师吧？艺人本是东台戏。说我是自卑心啊，我自个分析得完。哎，看上去我人是与心水合拍，听到我浪越想越无心，越想越高兴，一高兴不得一亲自回过头来。啊，美人，太师，你看我可像自卑心啊？你是不当初我说了上水，上水说的，要喝个白水，还是这个要人这个林山洞？等了这个香味油，等了给他把书上来，先把他确定身份。我不退休着，你都比较忙啊，一上岁我更加忙嘛。我还有那么多辰光，哪敢空，我就来把。你都有事体，你都去忙，哎，你都安排好辰光就好。那么把书嘛，你有点好，一直要放学的，谁对把书轻松一样？你阿拉心非常定，所以搿本书呢，我觉着还是学到交关物事。